每天再忙也要抽出一点时间把这四个位置给它敲一敲。第一个位置在我们下巴这里，我们呢三个手指捏在一起，像小鸟啄一样，我们轻轻地敲一敲它，敲个一分钟的时间。第二个位置在我们两眉中心，叫做开天门，我们用食指和中指轻敲，闭上我们的眼睛放松，敲个一分钟的时间。第三个位置找到我们的耳朵，耳朵肩部向我们上方延伸至我们的头顶中间这个位置，三个手指捏在一起，我们轻轻地敲个一分钟的时间。第四个位置在我们的耳朵向后方延伸，找到我们枕骨下方这里呢有一个凹窝处，我们轻轻地敲一敲它。每个位置我们坚持敲一分钟的时间，可以把你的感受打在下方的评论区。